观众看起来情绪相当的沸腾哦，今天应该又是一场精彩的龙争虎斗。好的，两队选手已经在门外就绪，准备进场了。首先我们看到的是梁文音战队，哇哦，女神阵容真的是相当亮眼啊。那接下来要进场的一定就是白马王子蔡敏佑战队啦，少女们一定又是一阵尖叫，哇哦，哎，等一下，这位不是才刚荣获金钟奖最佳主持人的黄子佼吗？选手代表黄子，黄队，黄子佼。好的，各位观众，现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由黄子佼领军的黄队，活力满分进场。而我们的评审长小燕姐也不是坐在评审席上，直接站在舞台上 stand by 了。今天的录影现场完全违反常态耶，那比赛会怎么样进行呢？谜底马上就要揭晓了，今天绝对是相当有趣，相当出乎意料啊！好的，各位观众 ，Superstar 我要当歌手正式开战，我们把现场交还给最美丽的综艺教母张小燕，小燕姐。各位观众，这里是爱你有化妆品提供的 Superstar 我要当歌手。因为我们白队的队长蔡明佑，蔡明佑最近非常忙碌啊，对，要发准备发片，对，又有演唱会，又有新专辑，我们要让他好好准备一下。对，所以呢，大家也不要难过，因为今天我们就变成红黄队，黄队，我来代劳一下，黄子佼就变成黄队的队长。哎，我们黄队队长就是比蔡明佑稍微。矮一点，哎，老一点，哎，怎么讲话这么实在？但是呢，才华是一样的，对不对？不敢，也能唱，你能跳吗？跳还行，还行吗？好期待哦，教练，期待呀！也不要太期待，不要太期待，放轻松一点，放。但是呢，我们今天还是仍然要争取30,000元的奖金，对，但可以不淘汰，耶。是一个友谊赛的特别企划的概念，友谊赛特别企划，因为每一次的队员都不一样，待会儿再来介绍。今天我们的评审厉害了，今天评审有这个回娘家的一位，好久没有看到他出现在我们节目，很感动，很感动，对呀，他坐在那里，每一集他都穿新衣服，对，因为平常呢他是一个幕后工作者，所以呢他常常出现的时候都是穿着拖鞋，比较自在一点，只有到我们节目他会穿鞋子哦，来，还有新衣服哦。先欢迎陈建宁老师。喂，你讲半天，你先欢迎陈建宁老师。好，我另外也特别欢迎他，因为他上来帮我们抽签。好，阿宽老师，欢迎宽导演，宽姐，欢迎宽姐回娘家，好久不见。哇，姐好，陈安姐好，你看这个鞋子，教授好，你看这个鞋，你看这个腿，哎。家在有穿鞋来啦，无你现在就歹看。阿无就穿千他上台啊，你看。宽哦，哎，宽导，你知道啊？从这里拍上去，哎，导演都是要镜头。对对对，运镜。从这里拍了，耶，怎么剪的？没事，下面是罗碧玲，上面是邱立宽。小燕姐不用太奇怪了，他都可以当队长了，对不对？哎呦，怎么大家呛呛？不是，我是说我也希望下次上节目有机会也可以来当队长。蔡明佑很需要大家的帮忙，轮流来给他加持一下，对不对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，下礼拜你来当灯光师，我们也很欢迎你啊。哎，我还可以哦，最好是最好。哎，现在反正导演了嘛，对对，哪一天来当导播好了。其实这个宽姐真的是十项全能。哇，你看裤子还故意有点捋空的，你看看，很怕大家看不到她的啊，这个漂亮。肖哥不喜欢，我现在脱了。哎，不。啊，我给小燕姐面子，我就不脱了。好恐怖的暴走型。来，快点上来，是要帮我们抽签看。抽奖哈，抽签。红队先攻呢，还是黄队？来，我们有一个漂亮的小姐。哎，叫什么名字啊？我叫刘嘉荣。什么学校？来自桃园的开南大学，然后观光修。观光运输系，现在的系都好，比我还要紧张。今年总统选举哈，不能下注哈。是哈，这个比较容易下注。给嘞，黄的还是红的？黄的还是红的？给嘞。
黄队先攻。黄队先攻。好，马上就进入我们第一个回合了。第一个回合，他们派出了，宽的哦，这次派出是五个人合唱，五人对不对？对，五人，就是五比五。队长要一起哦。队长。哎。Hello， 江哥。我啊。对呀，对呀，队长一起。我告诉你，人家当年蔡明佑是非常辛苦的。我懂，我现在完全懂蔡明佑的伟大跟辛苦了。对，他要每一个安慰，要讲解，你都要做，要带领他们。没问题。这个不是祷告。就是给他们加油打气，我们队呼都待会都想好了，有都有都有都有吗？放心放心，先看他们出什么招，因为他们先攻嘛。我们厉害了，我们要不要介绍一下？今天有新队友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今天有信发，嗨大家，之前只有来过一次，然后很不幸的，我们那一次就输掉了。哦，信发，那是女神阵容刚开始的时候。哎，这四个都很会唱，都是很厉害的。黄队，你对啊，皮绷紧。没事没事，我们随时宣布退选嘛，大不了。不是不是不淘汰吗？随时换猪。我们是在换黄还是？对，再来再来，还有什么人都抬出来。你们五位加起来不得了哎，所以我觉得这是我认为红队最好的阵容，是不是？那你准备了什么歌呢？我们要对焦哥放话。什么话？什么话？没有啦，我们要唱的这首歌，因为其实我觉得也要跟焦哥讲一下，当队长不是那么容易。确实，确实，对，因为比了半年嘛，对，所以也跟他们一起成长，这样，所以我们要跟你说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唱啥？你给我唱啥呢？所以我们要唱的歌是 Are you ready? Not yet. So 我该怎么办呢？So 你先介绍一下你们的队友，赶快觉得一下自己的队阵容强不强。来，观看到的是小帅哥冠霖，很会唱级的陶大业，低瓦级的啊，这个低瓦啊，低瓦，大家好好讲话，低瓦天后级啊，佳慧，小童星，浩恩，哎，你看我们要什么有什么，对不对？我们有童星，有歌姬，对不对？什么都有，对，萝卜。但是梁文音对上你，我不晓得怎么比法，什么你只能跟人家说我是金钟主持人。哦，不敢不敢不敢，那个过去了，已经过去了，又过去了，对对，那明年再说。但是梁文音也是有金曲奖，有入围过嘛？入围哦啊，没得是吧？没有，没得没得，他没得，不要怕。很快呀！啊，你自己要提金钟的，我还是要提。至少我还是歌手啊，现在。对，应该是歌手。好，江哥来来，江哥，你们准备什么歌曲要对他们的？我们用一个组曲的概念，就是用一种情境。好，就是有戏，然后跟评审报告一下，当中有一种歌中剧的概念，两首歌有快有慢，你看是不是第一道菜就很澎湃？所以你要跳舞吗，焦哥？跳舞啊，对啊。你什么歌呢？什么歌？什么歌名？什么歌？浩恩家家的不自由。浩恩家家的不自由。还有一首潘玮柏的《华丽进行曲》。你看我队员是不是很棒？对不对？我们要给新人多讲话的机会，不然都队长自己讲好了嘛。明明又是你忘记。哎，我们今天都身兼各职，你看我又坐在这里访，我待会我要坐回去当评审，对不对？对对。我们很忙啊，电视公司真的经费不多了。真的不多。真的不多。是不是？但是我们实在不想告诉大家，这个舞台还是陈建宁搭的。他早上6点就来了，好感动哦！我们现在做节目很不容易，台湾人要加油，好不好？大家一起努力。但是呢，节目仍然是好看的。Yeah. 我们要准备第一回合的竞赛。大家跟我一起赛。Oh,
信这世界，告诉我你做到最苦的准备。我是一个子夜的灵媒，连接你的梦，通往那座神秘花园。你偶尔睁开了你的双眼，却看不见美的我无法形容的画面。他们传说要的那天上月圆，才能让你我体验撞击的滋味。 Come on baby I'm already 火花四处飞。 Come on baby let's go crazy 别想得太累。 Come on baby we can make it 越野越狂。靠得上谁的全能变成我的吻，能清楚感觉到他的体温，转不转移这天不出门，睡觉哭闹拥抱一起来，想听到他胸口的心跳，太阳下他的那什么味道，把无聊的教条先忘掉，浪漫一次都好。各位同志，想到黄队就想到最红的蛋黄哥，对不对？什么好嘞？你们要改一下，有没有信心？加油！加油！好累哦！好累哦！好想回家！哇！快点逃我！巴里拉达，巴里拉达。
有时候艰难的爱需要点挑色，低调中再多华丽点缀就不会苦涩。让我拖着你的双手，学着甩的烦闷，不会太大叫 I you way yeah。 所以尽快踏着步伐、hey! 一起跳吧、hey! 不用管那舞蹈跳得如此优雅，是在复古年华模仿，我们不用害怕爱的咒语，巴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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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华丽的戏曲，浪漫的气息，跳动跳动动动的爱意，看我说你也爱我，说你说你说你爱着我。 Baby I want you, Baby I need you, 把慢慢慢慢幸福都给你，看我说你也爱我，说你说你说你爱着我。金鸡独立，看看我可以站多久。好厉害哦，焦哥！来来来，两队集合一下，两队集合一下，好，可以了。好，两队的表演呢，就是非常的精彩啊！焦哥，哎，我发现。两位评审，嗯，黄子佼有一点点非常重要的作用，什么作用？就看了会开心啊，那也不错。哎，对，爱你不自由看起来是爱你不开心果就 对，爱你不自在的感觉，哎、是而且他们排得很巧妙，就是他不太会跳的地方就让他坐在那个梁椅上，啊，他会跳的就哎就走了。对啊，就是腿短的也可以演歌舞剧，这给很多人信心了哈。对，腿短的这太人身攻击，没关系，你把票投给我就好，你几能碰。好，陈建林老师请说。好，首先讲这个红队啊。哎，他们的实力真的非常相当哎。对，我一马上想到 Girl Power。这现在很红的叫女力演唱会啊，那我觉得这五位啊，我觉得不管是在声音的表现上，不管她的爆发力也好，我觉得选歌也选得很好，很少看到五个女生这么的整齐，这么整齐，对，所以我觉得这是职业队来的了哈。谢谢老师。那但我不是说你们是业余的 ，OK。回到这个黄队这一组啊，其实我一开始有点这个有点捏把冷汗了，因为娇娇虽然是这个金曲金钟主持人，可是金曲上面呢。他是金曲的评审哦，事实上在音乐的很多的这个知识上面，其实我相信是非常的足够的。那其实我觉得今天这个表演是一个非常有层次的表演，刚刚是一个很平均的表演，但是我们黄队是一个很层次的表演，用音乐剧来带出，特别前面慢歌后面快歌。那我觉得唯一美中不足的是，真的像这个小燕姐说的，娇娇那个表现让我们意犹未尽。其实你唱得很好哎，为什么不多唱几句或来个 solo 啊？什么好意思呢，干爹？不是，因为我觉得选手还是专业的，我们还是让他们多表现，我们就是一点点意思意思就好。不是，他是先试水温呢，觉得不错的话，以后可能他一个人唱五首。因为建宇老师不知道，我们是五局赛事嘛，这是第一局，后面四局都是我独唱。你等着。哦，那我们要这个期待期待喽。但是真的是不错的表演了，不错表演。阿快老师，你觉得呢？我觉得很久没有来这个节目啊，我觉得今天红队几个女生都很强，唱的都非常好，很平均哈、哦。对，很平均。嗯，对。然后黄队，我觉得很特别，很不平均，因为其实他这个是一个团体嘛，我觉得这是一个 teamwork 嘛，整体来讲，我觉得还蛮特别舒服的，对。嗯。因为也没有因为焦哥队长有所迫害。对，这个是很难能可贵的、嗯。而且不止没有破坏，其实有画龙点睛的作用。没错，没错。加分有加分、嗯、有加分，不是我自己说好像不好意思，但的确是这样。我一路笑到尾啊，真的、啊。对，其实看表演很重要，就是一群人上来表演，不是让你啊听的那个歌有点想哭的感觉，就是你要让人家哎，对，很快就看完。团体仗打得好，就我看的。我也是蛮开心，因为能够被佳慧在台上这样被他把，你知道，就是一种很奇怪的感觉。还好 ending 也是把花丢掉了，哎、对对对，好险没有被把到。好，我们要开始投票了，对那个观众朋友的票也都贴好了。那我们三位评审，嗯，我们的一票要投给。
光两队初次交手就展现必胜决心。我们要对焦哥放话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呛声，你给我呛声。几个女生都很强，唱的都非常好。Go Power， 我觉得这是职业队来的啦。两首歌有快有慢，第一道菜就很澎湃，非常有层次的表演，娇娇的表现让我们意犹未尽，有画龙点睛的作用。首轮对决就引爆激烈战火，究竟哪队能够先持得点？好，我们要开始投票了，对那个观众朋友的票也都贴好了，那我们三位评审，嗯，我们的一票要投给谢谢老师，谢谢谢谢，哇，感动呢，感动呢，承让承让，强哥，啊，承让承让，好，你讲完那叫酸酸呢，好，碎哦。其实你知道，我们三位评审心中有一个，就是对新来的人给他多一点的鼓励。我懂，完全懂，完全懂。就是有同情，我想说焦哥应该没人投，赶快投一下。没事没事，什么票我都要投，我也想色票、八大票我都收。这两位可能不投你，我就投了，就大家都是这种系列。谢谢。哎呀，原来是这样过关的，侥幸就对了，侥幸过关就应该。啊，那就只好就是汇一点钱到你们户头里。没有，真的我是觉得 teamwork 哈，其实是有层次了哦，的表演。其实我必须跟观众朋友就是。当红队其实每个人都唱得很好，哎，很精彩的一个表演，但是他们的这一段表演就是有层次，而且有一点点戏剧，而且每一个人到后面很活泼，他看起来真的很愉悦的样子，所以啊，哦，我每次都爱魔术吗？咦，哦。红队票数63，黄队票数87。感谢各位观众朋友的支持。Oh, sorry, thank you。好，感谢。来，马上开始第二回合。啊！刚刚黄队赢了第一回合，现在第二回合又找到帮唱。你看我在我旁边。哦，还真是黄队呢。是啊，你多巧！黄队，你请来的帮唱何维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何维健。好久不见呢，真的，有一段时间了。有段时间了，对对对。你知道今天来参加黄队就穿成黄色的吗？当然也因为我的专辑，好像也不是了，因为他刚好唱了柠檬的歌嘛。是的，因为这一次就是我的新专辑叫做《柠檬甜甜的》，然后即将在11月2号嘛，恭喜，就发行了，所以请大家多多支持留意。哇，恭喜，柠檬甜甜的，一样的那个最经典的那个苏慧伦的那个柠檬树，因为曲样改编已经算是我自己的一个特色。对呀，对呀，之前曲样郭富城，现在这次曲样，而且他这次有个特色，就是说上完节目大家都可以用麦克笔在他衣服上面画画啊。真的吗？对呀，啊，这个你看，我最好是啦，人家设计啦，你还真的，我还以为我还想我真正的留个念呢。确实，这个真的是画的啊，真的是，所以我现在可以拿笔来画，来给我一支麦克笔，我这个人是说到做到的，我做个纪念可以吗？好，我们大家在上面签个名，好，我帮你签一个比较厉害，我签金城武，好不好？那我整个宣传。之后过后就整个就是对充满了多有意义的一个衣服，来，好，来说签就签哈。好，我们来介绍一下这个红队的帮唱，哎，乃荣，陈乃荣，陈乃荣，哎，我等一下哦，哎呀，娇娇，你看下面的人看到乃荣就。好想谈恋爱，是你刚刚演完的戏，对不对？对，刚演完的。哦，演完了戏以后就要开演唱会了。是的，在这个11月6号，在那个西门町河岸，希望大家有空都能来跳下钢索的小丑。是。为什么？是这样，因为有时候觉得在现实生活当中哦，大家都很像小丑，然后总是要笑啊，戴个面具，所以就是希望每一年在演唱会的时候用音乐。能够放松自己，寻找真正的自己，所以我也在寻找自己，也希望大家一起来听这个演唱会，然后我们一起感受音乐带来快乐的氛围，这样。哦，讲得好。
你画了没？画了，签字了，签字了，对对对，签个字，你要签吗？要。来，你要签吗？爱玩呢，哦，多好，多有纪念价值，对不对？走完这一圈通告，这件衣服也就作废了啊，被他签满。网拍，网拍，网拍。好。好，来给他们看一下。耶，做个纪念。你等一下去找那个邱立宽导演签个字，你签了那个字，晚上在夜路走就不怕了。对对对，对不对？辟邪作用，辟邪，厉害厉害。而且我们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缘分，要跟小姐报告一下哈。这里有一个很难忘的微妙的故事，待会他们要演唱的歌曲就是当年3年前，对不对？嗯，和魏健取样郭富城那首歌。对对。然后呢？然后呢？对，因为那个其实这一次回来就是大概是3年前，就是因为我曾经 cover 过何为健的歌曲，包括舞蹈。那这次真的知道能跟他合作，我其实超开心。3年前就去学他的歌，对，去唱他的歌，学他的舞，丢在网络上，没想到3年后就被通知要跟本尊同台，真的，我都捏自己，哇，这是做梦吗？对不对？所以他的念力是很强，早知道就 cover 这个碧昂斯的，对不对？也是，下次试试看，所以这是一个美梦成真的概念，美梦成真概念，小心哦。哎，但是吴威呢，跟乃荣呢，在办公厅开会的时候。两个人就一直对看，然后就说你怎么说呢？两个人就说我想怎么，我就说嗯好啊，什么都好啊。然后他就觉得他好不厉害哦，会演会说会写会唱，是不是？对。他们俩就一直很看对眼。他说今天希望演唱完了以后能抱抱他，是不是？嗯，那乃荣，你觉得吴威怎么样？他唱歌好好听哦，而且进步好多哦。因为我有在那个 YouTube 上面啊，我有先看，吴威从一开始在比赛的时候，然后到现在，我觉得他肯定是花了非常非常多时间在唱歌上面，他进步好多，我觉得好佩服。我觉得怎么，我觉得看着他在好像在看那个电视剧一样。对，我是觉得他有点像30年前王世贤的那个样子。很多人都这样说，是不是？是小鲜肉版的王世贤大哥，对，年轻人可爱，很 man。他可以演你爸爸，哎，真的哎，你们可以演一个戏，演一档戏啊，对不对？希望有机会，对，很好的 idea。好，那你们两个选的是什么歌？只想抱着你，是他自己的歌。你呢？你们选的是他的歌，什么歌？就是刚刚说的那首经典，歌名是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》。你要用郭富城的感觉，《当我知道你们相爱》。这样对不起啊，在我们这队的人都怪怪的，是不是？上梁不正下梁歪，怪怪的。好，我们就来开始第二回合。耶！手牵着手一起旅行，看着你的侧脸洋溢着幸福的表情。有时候天气晴，有时狂风暴雨，不用担心我为你挡风遮雨。也承认你伤心让你伤心，但是的睁开了双手，彼此温度的双手。走了几步以后，我们同时回头，两颗心早就已经有了默契。哭了就逗你开心，把你的悲伤放进我心里，贴近我胸口，听我的心在说，我想这样抱着你好不好，好不好，紧紧拥抱着，不管天有多热，我绝对不放手，只想这样抱着你。
手一起旅行，看着你的侧脸洋溢着幸福的表情，有时候天气晴，有时狂风暴雨，不用担心，我永远都会为了你挡风遮雨。红队的深情歌声让现场弥漫恋爱氛围，红队要用什么样的演出强势反击呢？还记得我们曾是彼此的原因，接受了我们情侣关系的是你，没结果了放弃，换不了逃避，体验过了无数个复杂爱情，某一晚在街灯下巧遇，我问候你回应，发现已不是单身的你。有了未来，在我心里放不下的也该释怀，收拾好吧，再掩埋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，这时候我该有个专属幸福，我会不停地等待，等待着回来。放弃了，放弃了无奈，放弃了，放弃了，放弃了无奈。在街灯下巧遇，我问候你回应，发现已不再眷恋着你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有了开始，有了未来，在我心。也该释怀，收拾好把它掩埋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我的心底泛起许多无奈。每个人都该有个专属幸福，我会不停地等待，等待着未来。
这个时候评审就在心里想，我要给谁分数呢？其实两个人一红一黄，哎，两组完全不太一样的表演哦。那陈老师，好，首先这个红组啊，我觉得哎，吴威的声音真的是很有吸引力啊，我觉得声音的辨识度跟你的中低其实很棒。那其实我觉得在音乐的世界里面，我刹那以为你们两个是一对。在你知道吗？哦，这句话讲得很有学问，在音乐的世界里，真的真的，就是在现实的生活，或许是陌生人，还是陌生人。对，可是，在音乐的世界里面，我有感觉到那种很暧昧的情愫的产生哦，就说很奇怪，就说常常歌手跟歌手之间的合作，虽然可能之前有彩排 Ray， 但是基本上还是有距离的。但是我觉得今天，因为可能一开始是自弹自唱的关系，那我觉得乃荣用钢琴去带动所谓的吴威的这个情感跟情绪的挑动，所以我觉得前面就开始有酝酿了。那到后面当然做一个转折以后，我觉得整个都放开了，到最后手就不自觉就揽上去了。所以我觉得其实啊，这个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合作的状态，就说那个氛围传递出来是真实的，那个拥抱我觉得也是真实的，并不是刻意做作的。所以其实很喜欢你们这样的在音乐世界里面的默契啊。然后回到我们的黄队，哎，我觉得也有另外一种也是一对的感觉啊。对，这样你也看得出来啊，他已经心里在压抑了。No， 很奇怪，很奇怪，很奇怪。我觉得是友情的一对啦。嗯，对，虽然说我觉得，但因为我们的这个浩恩啊，肢体没有那么协调，但是呢，跟得上那个拍子跟感觉，特别在声音上面，这个有点 R&B 的感觉，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整个的两个有点像小鲜肉男孩团体啊。然后中间产生的，我觉得情愫是个子也差不多。也是头发再垫高一点就可以了。但声音上面我觉得是蛮融合的，也是一个很不错的表演。宽导，我个人觉得啦，就是其实两队都很协调，就是红队，我觉得我感觉挺有情感的，好像真的就是一对恋人，很有情感的在表现合唱一首歌。然后黄队呢，刚刚建宁老师讲的好像也是一对，我想他要讲的是他们整个表演也让人家觉得很协调，很舒服。舞蹈我也觉得还蛮可爱的、啊、对对对、嗯、他们这一对的表演如果加上黄子佳的话哦，那就画面可能就不好了、不是还好这一对不是他们三个人你看有某种相同的地方，对啊，发型个子啊、只有身高比较相同啊，小燕姐身高比较相同、我们如果到时光倒流，我们就是 TFBOYS， 我们三个人对不对，这么萌对不对，我们都这么萌对不对，都这么萌吗，都哎，这个歌是郭富城的曲样，对啊，郭富城，你会郭富城来一段啊，会啊会，来啊来，这首歌，对，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有了开始有了未来，想见你开心人却无法释怀，我的悲哀在夜里徘徊，是不是好可爱又有才华有像那我们还是要来给分数了，好，我们的一票来，又要给分数了，我们的一票要投给嘉宾强势登场，双方绝活进出，表演各具特色。黄队柳浩恩与何维健精准专业的动感演出，充分展现舞台魅力。当我知道你们相爱，我觉得整个的两个有点像小鲜肉男孩团体啊，他们整个表演也让人家觉得很协调，很舒服。也该释怀，收拾好把它掩埋。而红队吴威则与陈乃荣合唱甜蜜情歌，暧昧气氛感染全场。吴威的声音真的是很有吸引力啊，在音乐的世界里面，我刹那以为你们两个是一对，挺有情感的，好像真的就是一对恋人在合唱一首歌。未能在第一回合抢得先机的红队，能否用幸福力量扳回一城呢？好，我们的一票，来，又要给分数了。我们的一票要投给。两红一黄，好的，这一下
就看你们的啦。要开了，哦，都是七字头。哎呀，只差四分。竞争激烈，黄队73票，红队77票。好，这个阶段红队赢了，开始第三阶段。回合的竞赛现在正好是平手，对不对？1-1，对，1-1啊！哇，实力很强。这一段很特别哦，评审老师哦要仔细听了。虽然红队派出一位，黄队也派出一位，他们两个一起唱同一首歌，但是你要选出来，你是喜欢黄的还是喜欢红的？难不难？还要把关节宽到的标准，很困难呢。我刚刚也想很久，不会是不是？就是你听他们两个唱，那你觉得你喜欢的是吕强唱的呢，还是佳慧唱的？那我介绍一下这两位啊，吕强是从来没输过的，对，他是我们的不败神话。好，佳慧是很少输，对不对？对，有输过了，有输过，但是很少很少，几率很少，对，几率很少。所以这两位呢，可以都说是最强的唱将。唱将不担心呢，我们佳慧是素有歌坛宽姐之称嘛，所以她的肺活量绝对可以。你笑得好大，是不是心宽底体胖啊？不就是 love you love you love you。 他是一个很开朗的人，就重点是那个肺活量不得了。这个吕强要小心哦，一首歌两种诠释，要唱的歌曲是一个华语歌的经典，歌神的歌是吧？来介绍吕强，你说说。张学友的《一路上有你》。哎，很特别哦，选的是男生的歌，两位女歌手来唱，然后让评审选出来你到底喜欢是谁。哎，真的很难呢。难，很难，很难。而且他们两个会同时唱。这才难，就是同时一起唱。所以这一段是考评审呢，就对了，对不对？就是那我就干脆你们两个下来，我唱好了。啊，你他们两个下来，你唱。可是你一上来，下面的人都会走哎。所以我留着清场的时候再唱。好好好好。好，我们就来看看这第三回合的《一路要有你》。
唱歌好过瘾啊。对呀、啊。是不是？来，吕强讲一讲自己唱的感觉。其实蛮紧张的耶，因为这是一种亦敌亦友的感觉。对。那佳慧呢？我更紧张，因为他入围最佳新人奖过。好，来，宽导，你觉得？哦，我觉得，开始到现在听这首歌听得最开心，然后我觉得唱的最好的一组，目前呢、啊。谢谢宽导。对，然后佳慧不用讲了，我觉得佳慧的情感表现一直都很好。然后其实。吕强，你是第一次听对不对？对，我第一次听，然后我觉得，我很认真在听。那这首歌我也蛮喜欢的，可能我就是刚好喜欢某一段这样子，情感表现的比较好。现在要讲吗？那讲大家都知道我投谁了。不要讲，不要讲哈。评审要讲，但不要讲。这样吗？这是不是很难？跳过，讲一些。我的意思就是说，我就两个表现都非常好，我觉得情感都有打到我，然后刚好我很仔细听，刚好可能我只能挑这一段，我觉得这个歌手唱的特别好，嗯，这样好，对，对，好，这个来不来不及做，先被评审了，评审真的很难呢，今天真的很难，今天真的很难，因为他们两个的 vocal 真是不分轩轾啊，嗯，真的，对、啊，那这是我第二次听吕强，第一次就是在当评审，金曲奖评审的时候有评到你啊。那时候其实不容易，你知道吗？每年有的，我们大概要听1万多首歌啊，所以这个即便入围就是肯定了，因为我们入围大概选出5组而已嘛，所以我觉得吕强的 vocal 真是不在话下了。谢谢。那不管是技术面也好，不管是他的声线的表现、共鸣也好，因为我们听的是成品嘛，我没有想到你的 live 这么好，因为 live 很稳定啊。嗯。对，所以这个是我觉得你要继续加油啊，应该要筹备第二张专辑啊，非常非常棒的表现了、啊。那佳慧，我一直觉得说。佳慧一直有一种我觉得对音乐很纯粹的热爱，你的技术也很好，但是很多人技术面强的时候，他的那种比较直观直觉的东西就不见了，他就开始想很多，甚至很多的设计。但是我觉得佳慧一直可能因为队长的关系啊，队长没给你什么压力吗？什么压力什么指示都没有，随便他放牛吃草就对了。我觉得今天的红队感觉上有吗？白队就是像孤儿一样，什么孤儿？我是玩伴，我是玩伴。他那是他是娘，对不对？他是娘，我是伴儿，不一样。但是有些人，有些天才型的选手，就是你不要给他太多指令，你就让他信心，让他发挥。我觉得今天这个娇娇做得很好，所以我觉得哇，这个很难很难评，很难评了。但是我们还是要选出来两位当中，我比较喜欢谁的？我觉得还是有喜欢跟，就是最喜欢哈。对，不要再讲，太难了。我觉得这真的是太难。来，我们的一票要投给。两队精英正面交锋，战火极度猛烈。这两位呢，可以都说是最强的唱将。我觉得唱的最好的一组，真的很难。今天真的很难，因为他们两个的 vocal 真的不分轩轾，太难了。我觉得这真的是太难。王牌对决，谁能打破平手僵局，获得领先优势呢？来，我们的一票要投给。我们俩意见一样。一样。来。黄队68票，红队82票。真的就是吕强没有输过，不败神话啊！7胜呢，他没有输过，他没有输，哇！我还以为，哎呀，那我重举好了。
是第四回合。好，现在开始第四回合，是两位又重回来的，对不对？你们派出来的是冠霖，哇，好久不见，冠霖好久不见哦，好久不见，还在上学吗？还在上学，还在念研究所。还在，都还在，好强哦，没有变，很强哦。他有师大嘛，是不是？对，是。对，而且他本来第一次来，我记得是胖胖的。哎，现在有稍微就是复胖一点点，瘦了又胖。对，不是，我觉得不上节目就会懒散，就比较对不对？不在意这个是体重，没不过也还好啦，就是他没有到很夸张啊。你脱下来看看，哎呀，真的有一点，这边是什么？哎呦，这什么？肉把它削掉。现在真的有瘦，现在 OK 了。OK 啊，标准身材。OK 啊，对啊。好，你介绍一下你这一位。我们请到信芳，上次也是非常意外被淘汰的。他回来我淘汰的。对啊，我真的慌了。那时候他来，因为他才来一集，然后就被淘汰了。对，而且那一集我们强迫他做蛮多事情的。我记得是那个什么歌去了。说你爱我，不是，就是大合唱的时候很凶的那一首，不要乱说。他本来是比较静态的表演，然后大合唱的时候就是 push 他去做很多他以前不会的，然后他也努力做到，然后就拜拜，然后就把他 fire 掉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有时候哎会受伤吗？你那天晚上回家心里有没有想到说为什么是我？其实有一点难过，因为我们一直都觉得那一集我们会赢。对，可是比赛就是这样子嘛，比赛就是这样。对啊，哇，想得开，很想得开。不能有这么有自信，像我今天一来就是想的今天会输的心情。真的，就是先把它想到谷底。我觉得你们这四位是不是很难过？待会儿就打电话给蔡明友啊。不，他电话已经停清话了，我把他都断掉，不准联络。置之死地而后生。哎，没错，本队的思想。好，现在是红队赢哦。红队赢十分嘛。哦，好的，那这一回合你们要唱什么歌？陈奕迅的《你给我听好》。嘿，偏不听，我等一下戴耳塞。所以这首歌也是还蛮难唱的。这首歌，对，这首歌它比较像在说故事一样，因为吴英姐她之前有说我在诠释歌曲的上面比较没有像在讲故事，然后比较没有情感，可是声音是好听的，所以我就回去练习了蛮久，就选了这一首歌。真的、啊。对，所以练习你讲的话，他都记住，然后就来复仇啊，不是，就是来改进的，对。那你呢？我要选的是周杰伦的《听爸爸的话》啊，听妈妈的话，听爸爸的话，听爸爸的话，有故事，有原因的。对对，因为我小时候爸爸就是扮黑脸的角色，然后妈妈是扮白脸的角色，扮黑脸了。对，那只要小时候不乖，然后老师写联络簿，然后回家，我爸爸就会趁我在洗澡的时候。在门外面拿那个竹条，在外面等我抽那个门，所以我就会很害怕。哇塞，哎，这是洗很久吧？不，这是惊恐，这是惊恐片，对不对？惊恐片，惊恐片。然后你在里面洗澡脱光了，外面就啪啪啪，可能就洗久一点，不要出来就好了。对呀，啊，爸爸，我还在泡澡啊，你还是赶快出去。真的会打吗？真的是会打？哇，你做了什么事情？哇，那么。你们现在还有挨打的这件事情吗？不会啦，现在爸妈不可能疼小孩的。有吗？没有哎。现在时代不一样了，大家就是疼小孩，所以你算辛苦了。所以你是要唱出听爸爸的话的这种乖小孩的心情。是的。好，我们就是一边听一边想着藤条的故事。那你唱的时候，我要不要拿个藤条在旁边给你？给你那边，给你点压力。好，我们先请红队准备。
装傻，还是你真的有很多普通人没有的困扰？我才懒得给你解药，反正你爱来这一套，为爱情折腰，难道不是你一直以来戒不掉的癖好？你在想谁？想到睡不着，你应该觉得骄傲。很多人想失恋也没有目标，只是想睡个好觉。别炫耀，别说你还好，没什么不好，你就怨日子枯燥。就想到什么生存意义，想到没完没了。你给我听好，想哭就要笑，其实你知道，烦恼会解决烦恼。新的刚来到，你旧的就忘掉，渺小的控诉只是证明生活并不无聊。别让我知道，其实你在背着我们投降。紧接着黄队将演唱周杰伦的歌曲《听爸爸的话》。你听爸爸的话，说我不是个好东西，送给你的花不配放在你家花瓶里，他要我越走越远越好，不要在一起那最好。当我听妈妈的话，要我不能轻易放弃，还喜欢的话，让我再追回你，求求你。难道你要我不孝顺吗？这是借口，你应该懂吧。你说，谁说，我说，我不爱了，说下说我习惯了，那烟和酒也都戒了，证明有多在乎你了。那唱一句我想你懂，我真的不太会说话。你看你笑了吧，你说我算了吧，一个人的爱情很简单，两个人的相爱为什么反而变得很难？你听妈妈的话，要我不是个好东西，送给你的花不会放在你家花瓶里，她要我越走越远越好，要在一起那最好。当我听妈妈的话，要我不能轻易放弃，该喜欢的话，让我再追回你，求求你。难道你要我不孝顺吗？这是借口，你应该懂吧。错，你宁愿难过也不要有结果。我说过我的爱你比较多，
春花开了终究会落，难道你要我不孝顺吗？这是借口你应该懂吧。谢谢。好，两位坐到台当中来。哎哎，两位队长觉得你的队友表现得如何？我觉得他进步了。其实啊，他参加过很多比赛，对不对？对，而且他是唱我的，唱有唱我的歌。对，嗯，冠军那一天有唱你的歌。冠军那一天，其实我们两个算蛮有缘的，蛮有缘的。他来红队，我也很开心，因为他是一个会唱歌的人。嗯，但是我觉得你也没有白淘汰哎，我真的觉得你这两个月来进步好多、哦。其实我带他一次，我也没有讲什么东西，但是我不知道他到底听到了什么。这两个月，我觉得看见他在声音上跟情感上的表达，不管今天输赢，对我来讲你都进步了。谢谢。哦，讲得好。黄队的队长，你会像红队的队长这样安慰或者是？我也觉得，我也觉得信芳唱得很好，很漂亮，进步很多。但是冠霖也是就差不多就是这样。什么什么就是水准内啊，水准内。哦，有的时候比赛就是持平，稳定中求发展。嗯，啊，这种概念。这黄队的队长啊，好，没事。他有改变一个，就是说刚刚有那个我们幕后的经纪人说手势要少一点，因为他以前来的时候会比较像就是很张牙舞爪，对不对？现在比较淡定。不会很局限吗？就是会吗？你刚刚有觉得很受不了吗？没有，就尽量就好好伸着就好。对啊，他刚刚就有点这样子，好自然。在后面看他不敢啊，不敢啊，因为我藤条已经准备好了。你再动啊，再动，再动，再动。好，潘导，你觉得如何？我觉得这是自然就好嘛，因为你这样会让他为了。他一直纠正他的手势，影响他歌曲嘛？这什么队长嘛？换队长，好，换队长，换队长。那我跟文英对调。换队长，你想去害对方，对不对？先把他淘汰完，有吗？冠霖，我听过很多次的嘛，哈。然后红队这位信芳，我第一次，所以我觉得红队真的很强哎，真的这几个女生唱的真的都很好。我觉得各有特色了，那这一组也是挺难挑的。明啊，好，金莫过吹蛙了，我拢不要评，很难评哈，很难评了。对啊，你可以不要一直在敲那个板子吗？已经破掉了。你把它当桌球拍。薛哥，对不起，我明天那个下一集要来，我是自己制作一个。哎，裴子，你这太纠结了，一直在敲。而且你在当导演，你的戏过年要上，你在拍戏的时候话也是这样不多吗？就一直敲，一直敲。不对，我会自己一直笑啊，就觉得怎么那么好笑啊，所以你们一定要来看嘛。哎，不是。拍喜剧自己先笑，很少农历年的电影在十一月就开始宣传，对，拜托给熊炸了，你带他这个，他要做三个月的流露，真情真情流露，就真情流露。你想这样子，下一集开始我每一集都要来，一直到上片。好恐怖！你的电影叫什么名字？大威罗摩 ，David Roman，David Roman， 他不是 David Roman 哈，是 David Roman。拍过一嘛，这是二，对对对对对，哇，终于续集要来了。对 ，David Roman Two Part Two， 好，来，哎，建宁老师，信芳不，这个真的不愧是常胜军了，所以你的技术面真的非常非常好。那可是我觉得就是说，我觉得队长说的是对的，其实你不太擅长，特别是文字多的歌，你知道吗？在像这首歌其实是林夕写的词啊，林夕的歌大部分他的词都会带领的曲，所以我给你一个建议就好，就是说，因为你很会唱歌的人，常常会就像我们很会弹琴的人，我们常常会比较注重于旋律的走势 ，melody 的走势，所以你的 vocal 很多的东西在处理上都在处理这个，不管是它的长音尾音，它的技术面的东西。可是相较之下，我们会花比较少的脑袋去想那个歌词在干什么。你给我听好，你其实。当你很想去处理那个字句的时候啊，其实你的文字就
就会比较没有感情，你懂我意思吗？所以那个建议就是说，你可能要多想一些歌词在干什么，然后放掉那些曲，不要让曲带着词走，你要倒过来让词带着曲走。那这个部分呢，其实在冠霖身上呢，刚好他今天就做到这件事情了。因为这首歌歌词也是非常非常多，而且是一个比较有故事的，对不对？听妈妈听爸爸的，对，听爸爸的话，他其实是有一个故事性在里面。那其实冠霖相较之下，他比较今天除了肢体比较拘谨以外，他其实没有想太多在 vocal 上面唱歌上面在处理的东西，但他的情绪处理得很好。所以相较于你的表演，其实冠霖的声音有故事有进入到观众的心里面哦。我预测好了，我相信待会我不知道这个，我没有看到这个结果，可是我想应该是冠霖的分数会比较高一点。哎，你这样，哎，你这样，我说这个预测，我说观众预测，观众预测，你知道，所以人呐、啊，有藤条的背景啊，是有印象深刻，对不对？对对对。好，不管怎么样，还是要来投票。红队在前两回合强势获胜，比数遥遥领先。第四战再派出冠军歌手蔡信芳必胜出击。接连被压着打的黄队会吃下第三场败仗，还是战局会有转圜的余地呢？来，我们的一票要投给第四回合，两位实力派选手登场。红队蔡信芳完美诠释情感极为浓郁的歌曲《你给我听好》。信芳这个真的不愧是常胜军了、啊，你的技术面真的非常非常好。红队真的很强哎，这几个女生唱的真的都很好。黄队卢冠霖则发挥强项，演唱周杰伦 R&B 金曲《听爸爸的话》，让评审为之惊艳。冠霖的声音有故事，有进入到观众的心里面了。好，金莫过吹我了，我拢不要听。比赛接近决胜阶段，目前落后的黄队能否靠卢冠霖追回失分呢？来，我们的一票要投给你是赌这个对不对？我赌这个，哎，看看准不准。变魔术哦，哎，刘姐姐刘龙来了。如果你赌中了，那你要请我们什么？哎，我就当下级的队长哈。好，我也想来当队长。太好，欢迎欢迎。黄子佼的位置岌岌可危。没事，他来当队长，我去当评审。哇！红队48票，黄队102票。谢谢老师慧言。哇，真的很赞哦哦！所以呀、啊，今天让我们知道，不管的歌有多好听，词要带的歌走，对对不对？要有内心戏，请帮哦，加油！谢谢。接下来我们更重要的回合就是第五回合，有40分。他们其实以前是5个人的大合唱放在后面，但是有的时候觉得大合唱评也很难评，所以他们就说自己队长选出一个他们认为这一段会很好的，会，就是我觉得唱歌有没有感情很重要，就是非常非常，就是有些人技巧非常非常好，你就是把歌唱完。对。战局跌破大家眼镜，一开始不被众人看好的黄子佼战队 ，Are you ready? Not yet。展现打死不退的精神，奋力一搏，成功将两队比数追成平手，进入胜负关键，最终决战。重燃希望的黄队能否找到必胜绝招，成功获胜？还是红队最强阵容能不负众望，抢下最后胜利呢？比赛到现在，两队的积分是相同的，对不对？哦，不要看那个黄队长哦，是不是？对，也不是省油的灯哎。对，不是省油的灯哎啊。
还好还好，是省电的灯，现在很少用油了哈，不好意思，你们是活在什么年代？哎，其实啊，下面这一段表演真的很重要，这个跟队长的安排也很有关系。为什么要把这一段节目放在这边？因为这一段的表演一共是40分。所以任何的情形，如果本来输的还可以翻转胜，对对对，所以呢，本来现在平手的，哇，就看这一注，哇，要争取，要争取。好，你们派出来的是，很明显了，陶大业还有冠霖两个看起来优秀的两位，暖男路线。他们两个看起来是傻傻的呢，暖男路线啊，暖男，哎，什么傻傻的？好了，傻傻的暖男呢，对不对？你们两个萌萌萌，一个是老师，一个是师大，哎，两个都是特别会念书啊，都是师大的，只是一个毕业了，对。哦，你毕业了没找到工作就是？还没，还没，还没。流浪老师，对，一直找不到学校教书的，很辛苦啊。讲了好多次，从他第一次来，我们就帮他找工作，找我们就帮他找学校，就没有学校要他。你们怎么会没有学校缺老师的呢？大理高中，大理高中帮忙一下，好不好？对，他教的是你教生活科技，生活无所谓的。他这半年以来已经不强求了，警卫的工作他都接了，有就好了，还什么什么教什么，只要在学校随便随便。好，你们派出的哇，田延梅、信芳都是会唱的哦。暖男 VS 恶女，恶女也不是啊，每一次到了最后一棒，真的会很替他们紧张，哎，就是会觉得好重要，这最后一棒，所以我们就是派来我们最资深的大姐头田延梅，然后还有我们最新的同学信芳，对，他们两个综合然后来比这最后一棒。哎，唱最后一棒真的是压力很大，对不对？40分哈，对。那你们选了什么歌呢？梁静茹的《燕尾蝶》。梁静茹的《燕尾蝶》，好，你们呢？我们唱的是徐佳莹的《失落沙洲》。那秋干呢？怎么了？不是叫啥？就是两个男生暖暖的去唱《失落沙洲》对他们两个，哎，对 ，OK 了，浪漫，浪漫。好，你觉得你们会赢吗？当然，黄队长，我们一定要赢啊！这个我也是蔡明佑的面子，也是我的面子，好不好？各位干爹。这个比赛虽然不是一个什么天大的事，却是我的命。我常常都说，我不把奖金当钱看，我把奖金当命看啊。哎，你怎么只有半跪？在我们跪的同时，蔡明佑也在家里跪着，你知道吗？好了，有这么严重吗？为了区3万元，哎，那你好像在打，你就错了，选战。他1919，他就没有工作。其实每一个礼拜的奖金对他来讲很重要。对，交通费也是一笔开销。对啊，尤其他是现在没有工作，他又不是学生，他出社会。对不对？讲的，你们等我一下，我去找我爷爷来站台。阿公啊，给你踹啊！好，来最后一段，哎，我们用静下心情来好好的听这两组的唱歌，40分，加油！最高的美梦，让我断肠。
天使的诱惑，让我做烟味甜，拥抱最后的美梦，让我短暂快乐的感动。是火，是风，是痴狂的恶魔。红队气势磅礴的演出震撼全场，让接下来要上场的黄队面临最艰难战役，一首歌定生死，背负着不能输的压力，赌上金钟队长的荣誉。陶大业、吴冠霖上紧发条背水一战，赛事会有出人意料的发展吗？重炮开唱，展现唯我独尊的霸气。烟味甜，拥抱最后的美梦，让我短暂快乐的感动。眼看红队攻势猛烈，黄队队长立刻上前提醒队员演唱注意事项。好，我觉得刚刚陈念有讲，其实到最后已经听歌词，技术好得不得了。这么深的对，就是把尘埃表情带入来唱。黄队能用孤注一掷的决心创造奇迹吗？的港口，没有原因的拘留，我的心乘着斑驳的轻舟，寻找失落的沙洲，随时间的海浪漂流，我用力张开双手，拥抱那么多起起落落，想念的还是你望着我的眼波。留下我迂回的徘徊，我不是一定要你回来，只是当独自走入人海，除了你之外的空白，还有谁能来找我？我不是你想看见的我，我不是
谁能叫我勇敢？除了你之外的依赖，还有谁能来叫我爱？谢谢，谢谢。我觉得真的是暖男跟恶女，恶女，然后两个男生就，对，完全风格不同，对，好奇怪啊！现在真的就是时代不一样，时代不一样，女人很强，男人很温柔。那这个也不错了，宽导，你听完了以后，女人很强就从她这里开始的，女强人。其实你不要讲，有一个像这样子外表的人呢，内心很温柔。其实她是内心很温柔，真的真的，对不对？我的温柔只有你看得见。真的。很难评啦，真各有特色，真的没有什么专业的话可以讲了，就凭各凭喜好了，这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这个很重要的，这一票各位要很慎重投，要选出你心中最喜欢的那一首歌，对不对？是的。哎，陈建林老师，好，首先这个我觉得恶女主啊，哎，很 surprise 啊，其实我觉得现在的女生哦。其实比以前早期那种80年代、90年代，女生只能唱慢歌，真的，我觉得现在女生幸运多，女歌手幸运多了，选择很多，而且观众的喜好跟接受都很高。因为从阿妹开始就对，就开始有一些爆发的展现。就开始苏芮啊，什么都是。没错。对。那我觉得信芳刚才调整很快啊，上一首歌，我觉得可能。我觉得技术面比较着重，但是我觉得因为你今天选的关系啊，选歌的关系比较 rock 的东西，其实你那个情感的直接就马上被听到，所以我觉得在这首歌的表现我觉得是非常非常突出跟亮眼的。那颜梅更不用说，颜梅真的是非常老道的经验了，所以你们两个的合作我觉得在默契上也好，在整体表现上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。那回到我们这个暖男组啊，我觉得那个两个人的声线是非常的搭配的，那有和声有主音的交错，所以其实是非常吸引人的。虽然这首歌是一个比较温暖的歌，可是我觉得是另外一种的诠释方式，也是非常好听，所以的确难评啊。真的很难评，但是我是觉得有的时候歌手的声线很重要，就是有的人的歌手会让你很容易进入，对，很容易进入一首歌，要很容易好像眼睛睁开是他在唱。我觉得这个是要当歌手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key point， 就是他在唱啊，唱什么你就会很想往下听，对不对？没错，勾你入门。我们要投票咯。好，黄子佼，你的脸有点歪哦。感动，我被他们的歌也感动。失落沙洲一听就很想落泪了，真的吗？对呀，想到今年秋天还没吃到大闸蟹，他们都在哪个沙洲上面呢？我们的一票要投给谢老师，所以这一票很重要喽，这一票决定了谁可以拿30,000元，还是都拿不到，对，看看，决定胜败荣辱的关键一战。红队火力全开，用摇滚演出展现女泪气势。是火，是风，是痴狂的火。黄队则派出2位帅气欧巴深情演唱，企图用温暖歌声虏获听众的心。很 surprise 啊，在默契上也好，在整体表现上来说是非常非常棒的。暖男跟恶女。
完全风格不同，对，很难评啦，真的各有特色，各具特色的顶尖对决，究竟今晚谁能夺下最光荣的胜利？我们的一票要投给。谢谢老师，谢谢老师，谢谢。所以这一票很重要喽，这一票决定了谁可以拿30,000元，还是都拿不到。对，看看。这红队64票，黄队86票。谢谢大家，多谢对后群的支持，台湾人的大王，浮夸的队长，很浮夸，太浮夸。谢谢谢谢各位同学观众，恭喜，其实是恭喜两位了哈，也欢迎信芳，你很棒，欢迎加入黄队啊。乱想不到，挖角，万万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，万万没想到。谢谢你啊！好，这一次，黄队由黄子佼带领队长一出手就得了30,000元。Thank you， 谢谢评审老师，谢谢各位观众的，更要谢谢我的队友们 ，Thank you， 共享荣耀。而且这次队长不能分钱，只有队友可以分。不能分，不能分。他们真的太辛苦了。对，我还想说30,000还不够，我再贴一点，30,500好了，比较好除。还以为50,000那种。不过今天呢，因为我们这一次都是特别的，都是找一些高手来，所以我们不淘汰谁，因为下个礼拜组合又不一样，都是用队长自己去挑来的。好，也非常谢谢红队。好，这么会唱，这么漂亮，开心吗？你请说一下你们对队长的感觉。我觉得焦哥可以让我们很放松，然后很放松的去唱，就是他根本不管，自由发挥。我再解说一下，就是他根本没管哈。其实因为焦哥毕竟真的是很忙主持事情，然后让我们四个人其实就是一开始真的是觉得孤独，但是觉得说反而让我们更有一些奋斗心，包括就是练舞时间啊，或者是我们一起练唱歌排舞的时候，都是我们就是自己来，我觉得我们更有，没有理就对了。哇，他现在在抱怨啊，没有了，没有没有，是不是很明显？人家有梁文音，你们什么都没有，但只有焦哥的魂在你们身边，他就是更激励我们。来来，佳慧，你要说出一点真心话，来讲一下对焦哥。我想念蔡明哟。其实我也蛮想念他的。没有啦，对啊。而且啊，这个礼拜是亚尼唯一没有来的一次。对，我们的队友就是因为我们阵容很多嘛，希望让每个人都有机会上台来 PK 一下，友谊赛加交流。来来来，我们要去谢谢评审们。再次谢谢评审老师宽姐、建宁老师。好，也谢谢。老师领军的书面，谢谢你们来参加，谢谢，别忘了按时收看。大老王色短底不显眼都不行，刷了一下发型，自信送到头顶，今天需要多一点勇气，再给自己打打气，浪漫我不给你，笑容还算可惜，像柠檬的个性，爽朗带点刺激，和我一起永远不会腻，今天柠檬甜甜的，我的心谁比得上我的心，在一起两只手牵在一起，说愿意快快点头说愿意，请让我开始在意你的在意，爱多美丽充满香气，只是在你心里它总是酸溜溜的，剥开羞涩外皮，这个柠檬甜甜的，我一天一天更爱你，酸酸的最后会尝到甜蜜，沉浸在我怀抱里。
这颗柠檬甜。